呢一年我哋能够真正俾香港可以如我哋所愿咧，系克服嗰个疫情，走出逆境，等大家有翻正常嘅生活，亦都系为通关创造有利嘅条件咧，必须要系大幅提升我哋嘅疫苗嘅接种率。咁所以就我而家喺呢度宣布咧，就特区政府将会喺2月24日。即係距離而家大概係7個禮拜啦。2月24日咧就落實一系列嘅措施，係擴大呢個疫苗氣泡嘅要求。